吃完饭，然后在超市的 APP 网购了一些东西送过来了，现在开车回来。大家看我们驻车这边，今天不知道是咋的了，好多车，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有所好转了，都出来了，感觉不知道停回去还有没有这个位置。看交警啊，城市综合执法全都来了。这边太过于热了吧，我去，看这边车都停满了，要想停个车都没位置，太疯狂了。这边滑雪的也有好多人，果然呐，这停车场都快停满了都。那边有个好位置，停到这边去。全是车呀，感觉就像国庆节放假一样。这边上有个位置还不错，看着哈尔滨市民玩的那么开心啊，我也出去逛逛。肉佐在睡觉补瞌睡，今天起得太早了，我就看他们玩，感觉他们玩得很开心。我觉得今天啊，应该是哈尔滨市民们这个收到了抗疫成果的喜讯啊。今天只增长了一例嘛，然后大家都出来带着孩子出来滑雪了。那这个滑雪板挺有意思的，想想要不要和肉佐再买一个，咱也在这边滑一滑。就在我好的，不好意思啊，我再挪个位置拍。看大家玩那么开心啊，他们要把车停在这儿。哇，看大家玩的那么开心，真好。咱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得要热爱生活，对吧？这个就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吧。哇，看着大家玩的好开心，我也好开心。明天咱们就也买一个这个，然后我们也来这儿开心开心。太 happy 了，看这个已经把这些栏杆都已经撞完了都。撞得歪七八扭的。咱们这儿现学现卖，他们这个必须得下边有个人守着，
你看他们实际上很多都是有人守着的，但就这样，他们这还是把这个护栏给撞了，对吧？我和肉佐玩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个人在下边，有一个人在上边，不能两个人一起玩，必须得有一个人在下边看着，不然就冲到马路上面了。东北小孩冬天的快乐，南方小孩感受不到，真的是感受不到。不大点的小孩，可能有两三岁的小孩就过来滑冰，玩得特别的高兴。哇，这边好美，上来看夕阳。我们这段时间在哈尔滨和哈尔滨市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啊，一起面对了这一次的疫情，现在呢，初见成果，大家都特别的高兴。今天过来这边玩的哈尔滨市民格外的多，我们也特别特别的高兴和开心。大家的高兴啊，点不一样，对吧？但是都高兴。咱们高兴是，我们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哈尔滨了。对于他们的高兴呢，就是不用在家再宅着了，然后呢，复工复产，对吧？很多这个做生意的商户最近都关着门，也马上可以开门了，所以说大家都特别的高兴啊。从他们的这个笑声中啊，我就能感受得到这份愉悦。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强烈推荐，评论，转发。哈尔滨这次疫情，其实让我感受到了，大家的这种对待疫情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在哈尔滨这边的话，让我感觉到，其实大家并没有太过于的把这个病毒放在心上，并不是说大家，就是不关心这个事儿，或者是不害怕这个事儿，或者是不配合抗疫，不是。关键是心态的问题。其实我每天在这边，手机上看这个报道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觉得会给人一种紧张的感觉，因为很多短视频它的配乐都非常非常的，急促，对。然后大家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紧张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哈尔滨面对这边的市民对待这个疫情的这个态度，我们反而觉得他们很坦然，对吧？就是全员叫核酸，大家都积极的去核酸，然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配合就好了，然后日子还是得过，然后心态还是得摆正。我觉得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只要大家能够，做好个人防护，然后呢，相信国家，别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对于我来说的话，还好，没有那么的害怕，也没有那么的紧张，也是一次很不错的，旅行中的那个体验吧。好了，出来玩也玩够了，看到大家开心我也开心，对吧？出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熏陶一下。现在咱们继续回到我们那个只有9个平米的小房车，继续过我们的小日子。看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餐，鸡、包子，然后
肉肉在做一个菜汤，简简单单吃一口。嗯，对，开饭了，开饭了。今天将就十分吃了。嗯，不随便了，这已经不错了。在这个哈尔滨，已经咱们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外边刮着冷风，我们开着窗子，在这享受美食呢。整起包子。那芝麻在哪呢？我不要辣椒。对。给你个包子。这个包子被压扁了。上海挺大的，你没带麦。哎呀，来一口，好不好吃？嗯，这样看挺大的。盛点汤吧，热干想吃白菜了，白菜汤。肉哥，我刚刚刷抖音，刷到12月8号发布的，有紧急有急需离哈的特殊人群，就是外地的，你要离开哈尔滨，他说为最大限度满足市民群众紧急外出需求，经哈市应对新冠肺炎工作指挥部同意，12月8日起要离哈的这个还只是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急诊就医的特殊人群，可以持48个小时的48小时两次核酸报告的阴性证明和直接到户籍地或常住地指挥部办理离哈手续，就是你要你那边的我们那边的人能接收，对，你才可以走。那就还得再等等。